大家好，我是黄晴，欢迎收看飆股俱乐部。今天台股收盘下跌33点，收在9219点，总成交值719亿元。现场为您请到的专家是固德投顾总顾问汤顺奎，汤总顾问。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值得注意的个股有红素、F 佐登创新高，还有我们总顾问期指14连胜了。昨天呢、耳提面命，昨天呢、五锤公告不暖，昨天跟你讲，今天如果开一个高盘呢，你要站在空方的做一波的操作。来，我们进电脑看哦。那今天你看一下，我从细微波来跟你谈哦。那为什么短线部分，你看今天开了一个高盘哦，它往上拉，哦，往上拉，往上拉之后上来是要给你空的哦，所以你不要搞不清楚状况哦。那结果你看果然收黑，而且今天带量。短线部分这个地方它是有量的，883亿，所以短线它告诉你，我虽然创高，但是我要继续整理。那整理就有好几种，持续做一波时间波的一个拉抬。好，那九月营收持续创新高的个股，很多的指标股它没有转弱的情况之下，今天呢、有一档股票它要办法说、那叫做台积电，今天也是一样、那不管结果如何，你看它今天又是创新高，去看一看、台北股市，欣赏一下它的一个风采，什么叫做飆股？你想都没想到台积电会成为台北股市所有散户雷达修米亚修梦寐以求的一档股票。 它是多头总司令、它是台北股市指标中的指标。好，既然是指标中的指标，我们就必须 分析它一下，那有没有转弱的迹象。这种股票即便是要做一波的一个拉回，它至少要做头，它连做头的样子太阳都完全没有。既然指标股是如此，你就不需要想太多。台北股市是一个岛型的国家、那我讲过了 Note 7 Samsung 会很惨。另外一个指标中的指标，外交的出口叫做苹果，你看一下这种的股票呢，它也是一样领先指数创新高，就代表台北股市呢主流依旧仍在，你就不需要太多的一个怀疑，你就大胆的去做就对了。好，你会发现这种股票呢，鸿海你都不敢买，台积电你也不敢买， 那你到底要买什么股票啊？台骏也是一样，你看我们昨天买进嘛，你看今天又开始啊、就不跌了。我希望它跌深一点，结果它既然不跌，那不跌我没办法，我只好买回来。好，你看一下它下它涨升的过程当中，散户是一直退场的；涨升的过程当中，法人是一直帮我们抬轿的。所以显见正阳刚这种的股票一定利多在后。好，它的营收就不用我再讲了。我买的股票一定会法人帮你抬轿，买完之后营收一定会创新高。看下面那一排，它营收是不是我当初也跟你讲的，完全预测在当中，它营收创新高。这种股票啊，你就买的放心，抱的开心啊，赚的放心，就一路一路。我们已经做第三趟了哦，我家前面有小河，后面有山坡，我们准备赚它第三趟。那期指操作部分呢？今天呢、又14连胜了，还是一样，有任何的造假，时间点位日期不对，没有办法成交，没有14连胜，中间有断掉骗人的，结果没有安呢，那必须刮胡，不包括交易成本，金管会规定要讲的，有任何的造假，期指会员啊，马上打电话进来，领50台宾士车回家。你要看一个投顾老师的功力，我已经五锤公告没拿。有功无用，弄破爱赔呢，还要发誓操作是真的。因为你看，为什么要发誓操作是真的？什么叫做实力？什么叫做解盘？解盘的节目啊，比比皆是。你看那第四台，每个人舌头吐莲花，都很会讲，图卡电脑打的，是幻是真，你搞不清楚状况没关系，每个都说大赚，对不对？但是他不敢像我汤顺奎一样。有任何的造假，没有办法成交，日期时间点不对，骗人的，没有14连胜，我汤顺奎从此有名字倒过来写。你会发现他都不敢发誓他的操作是真的，因为他大赚啊，他为什么不敢发誓？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很狐疑吗？就像我汤顺奎一样，我都跟你玩真的，我不打假球的，我都是很有把握的带你去赚啊。既然很有把握，那个叫成就感，那讲话当然要大声啊！我就跟你讲，我玩的是真的、我不打假球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好就喜欢贪便宜，好去参加说，奇怪，老师啊，怎么他不敢发誓是真的？老师、他操作什么最高杀低？
老师他绩效很好，因为绩效很好就动了凡心嘛。我绩效不好，但是我跟你讲，我的操作是真的，而且没有赔过钱。14连胜断掉之前，18连胜断掉之前破纪录的50连胜，也是一样。有任何的造假，棋子会员打电话进来，05台宾士车回家，我汤淑奎绝对有棋子会员的，没有倒过来，我名字倒过来写。你要看一下投顾老师的功力啊，你要看他操作棋子，不是解盘了、啊。解盘的节目第四台太多了，过多如过江之鲫啊。但是没有一个，你不觉得很好奇吗？没有一个敢发誓操作是真的。他葫芦里卖什么药？那他一定给你优惠。他指鹿为马，你又误上贼船，啊？还是一样了。小汤飞刀，力无虚发。你对棋子，你对棋子真的有兴趣？你想要尝试一下小汤飞刀，力无虚发的。好，今天有 special， 你把节目看完。好，选股个股的部分我讲过，今天指数没有创新高。好，那还是一样多头格局，看法没有改变。指标股台积电有没有转弱？即便要拉回，它至少要做一个头，你不用害怕。所以这个多头盘你不用怕，所以你会自己吓自己啊，很正常，因为你名字叫做散户。它既然是一个多头盘，很多的个股啊，你看一下，很多人说哎，涨高涨高不敢买，创新高不敢买。他真的要拉回，真的要拉回，他没有台北股市没有这样子，没有这种条件嘛。他至少会做一个头，一个头让你跑嘛。他真的要拉回，一定也是 A、B、C 嘛。所以这个在这个涨升的过趋势是往上的过程当中，你就不用害怕，就一路一路做就对了嘛。更何况我跟你讲，万点有约嘛，你千万不要自己吓自己。趋势到底是我再问一遍，往多还是多头还是空头？我说，哎、欸，我不是今天9300了，我才跟你讲，哎、欸，是多头哦，没惊哦。哎，我是8000点跟你讲到现在，我就8000点，全市场就我一个人很孤独啊。我跟你讲，直接看万点，你打死不相信，9300点了，本节轰凉1300点。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看多少的分析师唱衰，因为他们看不懂。对，涨上来之后，有的就跟你，哎呀，我又做多了，你看，假白挖白。啊，好，那台北股市基本面到底好不好？我就跟你讲，8000点怎么样？你卯足全力做多，你看几个蓝灯，现在是什么亮绿灯？绿灯就是什么景气复苏了嘛。亮蓝灯是什么？景气不好嘛。这个不是我自己，我汤宋奎编出来的、啊。那后面一定要有资金来推，所以成交量没办法放大，那是政府的问题，游戏规则的问题。那要逼出这个量，就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现在只要靠近万点，甚至突破万点，我跟你讲，那个，因为现在很多资金都卡在银行，那这种卡在银行的人就是算活啊。因为最近三年啊，前年、去年、今年啊，很难做，因为正所税，正所税今年才开始废除，没错吧？但是之前大家都不知道，哎呦，正所税到底会不会废除？所以很多人就啊，好难玩啊，波量啊，避波量，干脆啊啦去定存，不然去投资房地产啊，投资房地产怎么样？被打房，干脆就去定存。所以这种死心的资金啊，后面因为大盘受不了，回过头来把台北股市推升。所以很多的聪明的钱啊，你看从欧洲逃出来了，逃到台北股市，回到美国，这个趋势到底有没有改变？很简单，我问你，欧洲有没有变好？这样问你比较直接，欧洲有没有变好？恐怖攻击有没有变少？负利率取消了吗？债券负利率取消了吗？英国有恢复要加入欧盟吗？所以资金就一直跑到全世界各地去了。做股票有逻辑性，你心头了乌丁啊，把人安那塞拢，你都没对意见。好，9000点之上的选股策略，好，我今天谈的也是一样，谈到五锤公告博嘛，我们来看一下，强者恒强，多头现行，不然要业绩，底部没动，那底部没动，那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它后面会增温，这种股票也可以选，就是两者没了。好，举例来，你看到最近的消息出来了，好，底下左灯，你看。做你要的资讯，你要领先全市场的。你看佐登自己看，佐登9月营收创新高，哎、欸，老师好股票呢。老师啊，你说后面营收创新高，后面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增温，看到没有？后面一定要增温，
而且股价没有动在底部，好，这种股票就是选股逻辑。好，第四季旺季加旺，哎呦有增温哦，哎呦九月营收创新高哦，哎呦这个股票未歹哦，哎呦后面旺上加旺哦，哎未歹呢，对吧？股价没有动，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哦，对啊，你都也要讲啊，逻辑出来了嘛，对不对？就差在没有动作。那这是什么时候的报纸？啊，自己看。这是什么时候的报纸？这个地方放大。十月八号，礼拜六，没错吧？《工商时报》。好，十月八号，你看到九月营收创新高，好，第四季旺上加旺，左灯嘛，对不对？你要的资讯呢，就是领先全市场。八月二十九号，我就跟你讲一档股票，左灯，有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来找我的原因啊！老师啊，你真正跟别人没同款哦，你都领先全市场。这种的资讯才有用嘛！我跟你讲，我不打假球的，我又怎么样？不解事后盘的。你今天最近才看到哦，他九月营收不错，但是他杀下来的时候，没有人会跟你讲不错啊。我跟你讲，诺曼底大登陆左灯，把握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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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给你多少机会？我给你两次机会，你可以躺着趴着跪着买，买完之后开始亮灯，亮灯开始发威。后面你就看到九月营收创新高。第四季旺季加旺，哎、欸，老师啊，现在好多老师都在讲左灯，哎，对啊，涨上来大家都讲左灯啦、啊，底部区的时候没有人讲左灯啊，今天十月十三呢，今天再创新高，再低吸引，今天持续挑战低吸引力，大盘有创新高吗？没有，中股票为什么创新高？第四季旺季加旺，现在盘前、盘中、盘后就这回去输啊，没得回去赢，哪一个不跟你讲左灯、左灯、左灯，营收创新高、创新高，后面旺季加旺。但是这个地方啊，没有人会跟你讲旺季加旺。今天八月二十九的时候，你要什么样的讯息？赚到钱之后，从八十二飙到一百零三，哇，老师啊，看齐啊，老师啊，无限期嘛，老师啊，感恩啊，台北股市钱真好赚，探囊取物。你看赚到钱然后就昂先来，这就是你要的讯息，领先全市场。选到股票不要管大盘，大盘没创新高，它创新高。很多人最近都说啊，老师啊没信心，没探了几多来嘛，没信心。你的信心呢、啊？就是在于没有赚到钱。有的股票我即将发动，我希望你啊，先赚再说。人是英雄，钱是胆，赚到钱啊，什么问题都没有问题。不管你要参加哪一种棋子股票，我都奉陪。信心价，好，只有一百个名额，你自己好好的把握机会。到底应该要怎么选股？有什么秘诀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Panasonic 空调就送现金2000元。Panasonic， 投资是一件很轻松的事，你做得到吗？理财需要很专业的背景，您知道吗？富德投顾拥有证券期货双证照的专业投顾公司，网罗各界精英，标股千挑百选，期指多空双向。送现金2000元。Panasonic 想做出好面包，每天这样吃软吃硬哦， 牙龈可不能出问题。还好我有黑人专业护龈牙膏，三效护龈，全面强化牙龈健康。我的笑容力量，做面包我是专家，牙龈健康我就交给他。黑人专业护龈金颜升洁新上市，爱呵护着你。无尽关爱围绕着你，现在你能感受新的爱意，享受全新肌肤呵护体验。新邦宝适特级绵柔，首创 3D 魔法吸收芯，帮助均匀分散尿湿到三条神奇通道，并让空气自由流动，带来会呼吸的干爽，让每一寸肌肤只感受到爱意。全新邦宝适特级绵柔，关爱安睡畅玩。旺旺孝亲奖揭晓，两岸四地华人用影像与音乐诠释孝顺的真谛。有一句话说，不要等到失去后才珍惜。爸爸，我来帮你吧。俾我照顾你哋啊！满足呢班老人家，只要有心，都唔系啲咩难事。子欲养而亲不待，孝要及时。更多内容锁定中视新闻。
好书随身轻巧包上市，清新打开新关系。Go Go 宜得利 ，Go Go 北海道，春节出国想选去，千元礼券大方送 ，Go Go 宜得利。画师手绘电影看板，一笔一画记录台湾电影风华。百年手工木桶传承五代，手工制墨一甲子，老师傅受伤不得不照棒。台湾百年真功夫，锁定中视系列报道。他们想把你换掉，我就一个人坐在那边，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泪水不会解决事情，没有成功的那个时候，我就不应该放弃。所以我一定要不断的拼。每周五晚间11点，请锁定《改变的起点》。今天的台股开高走低，那后市该怎么看呢？这是一个多头行情，好山好水好风景的好盘，不要选择羞怯，不要怯懦，在追求财富的路上，它绝对没有坦途。但是你要敢反市场操作，而且要敢胆大心细的操作，不上长城非好汉，赚到钱了、啊、你就有信心。讲刚刚咧讲咧，散户还是不敢做，没信心，希望不用钱的，希望赚赚看。赚到钱，什么信心就有问题。赚到钱你就觉得哇，会费好便宜。更何况你要敢反市场，而且要领先全市场，棋子14连胜，而且要敢发誓操作是真的。哎、欸，都玩高难度的呢，啊，台面上有几个，你就要站出来。来解盘，我从融资余的，融资余通常是散户的反指标，来跟你解这个大盘。你现在看到是。他创新高的时候，9327，台北股市好，你看一下哦，融资余额目前来看还是相当的 stable， 也就是说大盘啊会不会再创新高？我先把答案先把它保留。你看一下这一波，它下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融资余额往下面那个黄色是融资余额啊？它是怎么样融资增增？后来你看它融资余额下降，可是你看指数是一路的创新高，来到9278，有没有？但是你看哦，那融资是怎样下降的？所以你看为什么散户都是反指标？好。冲上去之后，再下杀再洗一次的时候，你看融资有再杀，再杀到断头。好，那散户呢就开始怕了，怕了之后你看一下就不敢增加，有没有？下午就不敢增加，下面就不敢增加。但是你看指数就轻轻松松，因为筹码稳定，就冲上来了，看到没有？指数又创新高，你看创新高，散户注意看下面的变化哦，融资有没有增加？散户哦，快了高表，刚才快了贵，但是指数又在创新高，有没有？创新高之后，你看短线部分它创新高怎么样？散户又跳进来了，有没有？所以开高之后再洗一次，当天开高走低嘛。开高走低之后，你看一下短线部分又吓到了，根本不用任何利空，散户就觉得哎呀好高啊，哎呀好恐怖啊，哎呀台北股市跟浪杠啊，先跑先赢啊，我可以卖到最高点了、啊，所以当天卖好高兴啊，创新高赶快赶快，有钱没钱股票卖光好过敏。所以你看一下，所以你看下杀过来，轻轻松松融资又大减，所以你看今天跌下来，开高走低。一支黑黑等等的黑 K 棒跌不下去，应该站在多方还是空方？我们再看一下融资余额，看下面，看下面，看到没有？有没有融资杀下来了？哎，老师啊，融资又不敢进了。老师要反市场操作。老师啊，在下杀跌不下去，你看都下影线了，这三天都下影线了，要做多。哎，这样你也学到了。好，真的学不会，来把葵花宝典带回家，想办法带回家。好。技术分析战法，这地方放大，那这是汤老师的毕生的绝学，重点在这里，学会技术分析啊，不用内线也会赚到大钱，好、哦，连你学会之后啊，你的棋子也跟汤老师一样14连胜，好、哦，有任何造假，我都跟你玩实战的哦，有任何造假，我汤松的名字从此又照过来写，14连胜之前18连胜，18连胜之前50连胜破纪录，这是破纪录了，而且我敢发誓，我的操作是真的。你的老师为什么不敢发誓？所以你要参加一个老师之前，你要请你的老师在荧光幕面前像我汤顺奎一样，岂止有任何的造假，从此用名字倒过来写。如果他不敢发誓，那你要小心哦，他葫芦里到底怎么样？他一定给你优惠，他图卡一定很漂亮，一定是电脑打的七彩霓虹。他指鹿为马，我又怕你误上贼船了、啊。所以你今天对棋子有兴趣，没做过没关系，那很简单，就是一个多一个空，你只要做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叫你多啊，你千万不要想太多，你就照做就对了，轻轻松松又是探囊取物。好，个股的部分我还是一样看法不变，选股的逻辑还是一样，强者恒强，现行多头，重点是要业绩看好，它才会喷出去。
好，你看过我操作伟盟，你看过我操作送你的微强电，你看过我操作什么啊？那底部没动的旺季再好就是什么台骏，有没有这些股票？左登啊，今天创新高，有没有？哦，那强者恒强什么建通啊，这些股票我都拿得出证据，这些逻辑啊，你把它笔写下来，而且你要领先全市场。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来找我就这样领先全市场？这个资料你看一下，最近才看到，对不对？左登九月营收创新高，第四季旺上加旺。哎，老师啊，大力多呢。但是你会发现，我领先市场的时候，8月29号，没有人跟你讲诺曼底大登陆。那时候我跟你讲，你要看破，赚到钱了、啊，你就有信心。老师啊，没信心，老师啊，不敢上车。你当然不敢上车，因为你想太多啊，因为你把指数啊联想在一起啊。当你买满，当你重压之后开始发飙，你就会发现，哎，老师啊，有信心吗？老师啊，左登真的是飙。老师啊，现在很多老师都在谈。老师啊，现在每个都在分析了，左登左登，盘前、盘中、盘后，就嘴分析输，不认分析啊。哪一个不是跟你讲左登左登左登？讲什么？讲报纸分析的东西啊，落后性指标啊，落后性的资讯啊。第四季旺上加旺，左登九月营收创新高，因为他今天再创新高。但是八月二十九的时候，没有人跟你讲他后市看好，你就是要领先全市场的资讯嘛。你不觉得很好奇吗？我汤顺奎为什么有本事老是不是只有这一次老是领先全市场？买的时候呢，买的没信心；赚到的时候呢，哇，老师还无信心吗？飙出去啊！只飙一档啊，领先全市场，不必参加会员。你最近也看到报纸，好，我们看一下什么时候？10月12号，对不对？好，10月12号，你看到宏硕。九月第三季双创今年新高，对不对？10月12号嘛，刚才看到10月12号，对不对？你刚刚看到10月12号，没错吧？我说我要领先全市场，不是跟你开玩笑的。10月12号，你才看到宏硕。九月双创新高，我8月24日跟你谈什么？我说红彩妹妹红硕股价超跌，我敢讲，哎，老师啊，你真的跟别人不一样，我讲的跟做的是一样，股价没动，后面增温，快来吧，好，后面增温，股价没动，后面会增温，跌下你敢不敢买？你当然还是不敢买啊！你当然还是没信心啊！你当然还是在想东想西，你当然还是觉得指数好像很高。我就跟你讲，看万点，你还是觉得很高。8000点跟你讲看万点，9300你还是一样会怕，从8000一路怕到现在。你不是要财富重分配吗？我不断提醒你，不上长城你非好汉。很多人在这一根长黑被洗出去了，这就是很多投资者打顾德投顾来，顾德投顾就会照顾会员所得的投顾，没有错吧？很多人看我的节目，跟我的单。等我公布之后买下去，老师啊，这个地方买，这个地方被洗出去了，长黑一记哦等等，你看，好股票给你做、啊，我们来看看有没有赚钱。啊，我这边公布的嘛，公布之后他买在这里，结果你看，陈小姐，你看被洗出去了，你看，我说能干涨，第二天开高，今天再创新高，不干你的事，因为你被洗掉了，你这个地方买，这个地方被洗掉。所以好股票给你做，即便是我汤顺奎送你啊，你还是一样赚不到钱。财富之路啊，我再讲一遍，它没有坦途。那为什么你会被洗掉啊？因为你技术分析不行。为什么汤老师没被洗掉啊？因为我有葵花宝典的，汤老师写的，我当然有葵花宝典的。学会技术分析，不用内线也会赚大钱。这是有参加跟没参加的差别。今天创新高了，营收我也跟你分析过，对不对？它营收一直成长，一直成长。你现在终于看到它真的一直成长，一直成长，双创新高。10月12号的新闻，我多久以前跟你谈的？8月24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来找我的原因呢、啊？啊，因为老师啊。你都领先全市场，你要买的就是领先全市场，不是解释后盘，一天到晚解释后盘啊。为什么来找我都无话可说？因为讲在前面，验证在后，因为童叟无欺啊，我想骗你都很难。你看节目边接跟单跟单跟到赔钱啊，很多人跟，你看我公开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公开的时候突破颈线，有没有很多人跳进去买？跳进去买被洗掉，洗完之后创新高，对不对？所以即便是你看好股票给你做，你还是赚不到钱啊。建通来不及讲，台骏来不及讲，又没时间了。先赚信心，再赚财富。很多人赚到信心啊，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啊。人是英雄，钱是胆。来，有一档好股票，再讲一遍，你看一下。Y O Y， 你现在看到 Y O Y 都成长45%哦，都20-30%、20-30%成长。既然是成长，就是好股票。如果它跌下来，它成长跌下来，那叫上天掉下来的礼物，你要不要买？哎，好像要买，跟宏硕一样。宏硕第二，答对了。我说忘记到，忘记到它跌下来，当然是用力买啊。今天它还是跌，继续怎么样？送礼物给你，再问你一遍，要不要买？逻辑性也出来了。后面又是忘记到，先赚信心，再赚财富，包括棋子都是一样，14连胜。哦，人是英雄，钱是胆，赚到钱了、啊，恭维利润昂虾，信心价只有100个名额。如果电话很难拨啊，想尽办法拨通它，电话拨通，财运亨通。明天见。好，脚步跟紧了。今天打电话进来，总顾问提供您信心价的专案优惠，只限100个名额，不要错过每一个赚钱的机会。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了，拜拜。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宝宝不开心，新美丽清护三拥有水解蛋白，好消化，满满 HiQ DHA， 消化营养一次到位。新美丽清护三，美国第一品牌，激发宝宝学习，雅培新美丽。投资是一件很轻松的事，你做得到吗？理财需要很专业的背景，您知道吗？富德同步拥有证券期货双证照的专业投资公司。各界精英，标股千挑百选，岂止多空双向，全方位帮您理财规划。一通电话加入共创双赢的财富巅峰，富德投顾致富专线02-2578-3000，02-2578-3000。有主力买的股票才是股价涨跌的关键，每天追踪法人动态，以筹码面搭配基本面选股，配合技术分析找买点。富贵赢家周记选股车车乐，请快上网搜寻富贵赢家麦克连02-2363-6322。投资是一件很轻松的事，你做得到吗？理财需要很专业的背景，您知道吗？富德同步拥有证券期货双证照的专业投资公司，网罗各界精英，标股千挑百选，岂止多空双向，全方位帮您理财规划。一通电话加入共创双赢的财富巅峰，富德同步。机票，我才不会带咖啡自登机呢。喊黏人的食物说分手，牙齿变干净，笑容更自信。吃完喝完嚼 extra， 没想到6年后。